这就是 LED 啊，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小风扇 ，kick 一个位入去就 OK 噶啦。大大话话呢头车已经跟咗我11年啦，仲记得上当年我去搵姨姨嘅时候，一路揸住个。奶我废啊！咩以前真系嘢？点个屁啊你？啊？这辆车真的是陪了我蛮久啊，是有11年了啊，一直以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系最近佢又坏得好狠，我牙箱又换过，我啲车脚一大堆，我都换啦，我都唔知整咗佢几多钱，但我依然唔舍得买。还记得以前他刚刚出的时候，他的标语是啊 ，My V Lucky Best， 没有路灯也拍拍照。现在没有路灯就拍不到了，差不多都。他的灯啊很暗了，你睇下呢个灯啊，佢成个已经好黄啊，可以说已经是氧化了这样啦。像在以前的影片呢，我们就是有教过，可以用牙膏啊，或者是用那个 polish 的膏啊，去打蜡个膏啊，嚟捽个灯，佢会变翻光少少嘅。但系我做开都好啊，或者佢真系十分之太耐咗。已经真的不够光，我有想过几个方案了，要不然就是换这个大灯，但是啊，只是一粒罢了啊，要300多块，咁贵咯，差100几嘛，因为原装嘅先会好啲嘅，先比较光啲嘅，所以咁贵嘅咧，我就打消开呢个念头啦，我就想换 LED 嘅灯胆，但是啊，我又找来找去，我找了很多的牌子，像 Philips 啊，或者是 Hella 那些啊，都没有4000、3000，全部都是6000K 啊，这样啊，它就带一点白啊，惊夹焦啦，我就唔想爱啦，然后我们就在淘宝买有这个啦。猫头星的 LED 大灯，然后它的价钱都便宜超级多，两粒这样的 LED 只需要马币70多块吧，总共只给你一朵片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看了那些名牌的牌子哦，或者是一般上在 Shopee 看到的话，都要100多到300多400一样，所以一个好值得一试。我们就来试试看换了这个 LED 啊，它们有没有比较亮一点？等佢可以夜晚嗰时都可以拍拍照嘛。不然现在晚上驾它真的是很辛苦，尤其是驾那种比较暗的路啊，或者是 highway 啊，都是很辛苦一下。OK， 这样现在呢，我们先去外面那边弄个咯，给大家睇下而家到底有几暗嘅。我们一阵我哋安装好做个对比，我们就来到比较暗的地方啊。那现在我就开灯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其实它就没有亮多少罢了。以前呢、啊，根本不是这个裂的光度啊。你看啊，整在小小的。现在我们这样路边看呢、啊，它都没有多亮罢了。然后我们走到80啊、100啊，就更加看不清楚了，很吃力啊那个眼睛。但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去换那个 LED 了先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是怎样的。OK， 它就是这样的啦，这是它的 socket， 有一个电板这样的东西，然后这个就是 LED 啊，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小风扇去散热的，几乎外面卖的都是这样的白灯啊，品牌的不一样罢了啦。OK， 它的灯胆呢就是一粒来的啦，这个是高灯的，很简单的，它有什么按这里插下来，然后这个就扭它出来，就是这样啦，这样就插出来的啦，我就安个新的灯胆一样的 ，kick 一个位入去就 OK 的啦。Okay， 揭开入去定手，咁呢个咧就就会熟嘅。吓咁啫？哦咁样。假假地曾经嘅 F 四，几多年冇做啊你？你身形就知啊，大佬。F 四啲咩唔可以肥？做咩啊？我觉得你以前瘦啊。可能暗的原因啊，也是因为灯泡很久了啦。再有一些，好简单嘅，再入去你 feel 咁样转得佢。你覺得我哋拍呢個 video 啊，係試恐怖片喎？冇啊，大驚小怪，你睇個大蛇有冇事？入屎啊！試下睇先，我著先。做咩唔得我？唔著咩？識唔識我？先教我好似。唔得，我哋就調翻轉咯，啱唔啱咪兩個都去反咩？做咩佢兩個唔啱咪就兩個都開唔到噶啦 ？LED 有分價㗎，呢啲燈膽冇分價㗎，有睇下咪啊？哇！喺分不出咧，有光啲啦，有光啲咩？有，哇！你以前想睇到咁啊，你慢慢等啊。我就系想咁样带黄噶啦，我唔系带白嘅。带黄咧，落水嗰啲都比较容易睇到啲。我现在有听到一种风扇嘅声音，系有听到风扇嘅转声啊，转紧那个风扇。听到。嗯，那我们就去外面试一试。我老公好多呢，这个才是我要的亮度啊嘛。我的影子都变深了，正话好薄噶啦。哇，咁下边又可以换埋佢咧，我换埋那个 Ford Lamp 啊，更加亮啊，真系又翻以前咁样，我满意啊。下面我要换埋它。
让它绑住去。OK， 搞定了。像如果你的大灯是黄了啊，你用牙膏这样去擦它啦，大概可以亮一个38%左右啊。咁系有望望咗嘅。俾起呢个，即使佢已经三年了都系新灯咯。因为之前我的车啊，就是时常不在外面嘛，就时常去晒啊，更加容易黄一点。系啦系啦，晒到又有关系。咁样摆喺入边系冇咁容易坏嘅。所以说啊，如果你的灯哦真的是暗了的话，首先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用这个牙膏去 polish 一下先，就给它亮回啊。看看有没有作用啊，一时哎可以的。再来不行的话，你就要像我这样换 LED 的灯泡啊。像我使用了过后啦，我觉得都是光了很多的。如果攞100%来讲啊，它可能恢复翻70-80%咁样啊，但是还是没有比这辆车的灯亮啊，这个都是很新强啦。11年和3年是冇得比。不过它咁样恢复到70-80%啊，我觉得都好满意哦。像我觉得我在淘宝买的这个 LED 灯泡都算蛮便宜的，因为这里都卖到要100多。以上，而且都是6000K， 没有黄色的，我就想要带黄一点，不然下雨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很难看路啊。所以今次换呢个咧，我觉得都几满意嘅。重点系最紧要平啊嘛，悭够啦，70多块两盏，我觉得可以啦，有直运嚟到喎，我单单买一样嘢啫咧。所以我也订了那个 fog lamp 的啦，所以等再换埋咯。像现在这个 my VR 也算是可以爬爬照了一点啦，啊，那些比较暗的路啊，都看得比较清楚了。有乜都冇出去噶啦。虽然我冇咩出嘢嘅，但系偶然我出嘅时候啊，佢可以照亮我嘅前路。我哋系咪应该成盏换咗佢？试开先啦，我觉得等佢再坏嘅时候就换咯。嗯、但系如果你有保养嘅话，我觉得点样都系唔需要换灯嘅，系换下灯胆啊，同埋做下一啲 polish 咁啊 ，OK 可以。唔嘥钱啊嘛，留你啲钱攞去换大衣啊，整冷气啊呢啲咯，因为 my V 都系会中呢啲问题。OK 啦，这样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啊。如果你们的车灯也是有黄的话，你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啦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来去我们的 FB 还有 IG 看看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再见，毫无要求。又蒙我了。